来来，擦擦，大夫说多跟你擦擦，多跟你聊聊天儿，这样对你的病有好处。其实啊，我也想跟人聊聊。你说我40多岁，过去啊活得是一塌糊涂，要不是因为你做领路人进了保险公司。 现在，我照样还得行尸走肉的活着。谢谢你，文英，真的谢谢你。不管你能不能听到，我想你一定能听到。其实你知道吗？我也需要温情。 需要女人，我也有正常的生理反应。自从边玉回到我身边，我就一直在压抑这种情感。我觉着，只要有了女儿就好。其实我的心里是希望有个女人能陪我。 你知道吗，文英？我并不是对你的追求不为所动，我是害怕，是自惭形秽。我觉着我配不上你，文英。 我喜欢史冬梅，可是自从你出事之后，我只能收起这份感情，因为是我的失误，才让你成了今天的样子。 尽如人意，知求无愧我心。作为一个男人，就应该担负起应该肩负的责任。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苦多难，我们都会坚持走下去，因为我有你。 有爱我的人，有我爱的人。
如果你能够醒过来，能够重新站起来，尽管前方的路充满坎坷，尽管人有旦夕祸福，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明天一定是会非常好的，文英，文英，如果你能够听到我的话，你就答应我一声好吗？如果你能够醒过来，我就再也不会拒绝你。我希望你能穿上漂亮的围裙，在厨房做饭，跟边玉欢声笑语。多么好啊！你让我送你，我义无反顾；你让我接你，我无怨无悔。我希望跟你在一起，跟别人在一起，让我们的欢声笑语充满我们整个的房间。文英，醒醒吧，文英，我求你，醒过来吧，文英，文英啊，你别让我成为一个谁都对不起的人。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我求你了，文英，你就不要再惩罚我了，文英，你醒过来吧，文英，醒醒！